的万豪酒店集团旗下威斯汀元素酒店品牌的管理公司过来管理的。一会儿呢，我们会经过我们整个酒店群，然后路过我们商业街，到达我们整个的雪滩区。那么大家去海边度假的时候，有一种叫做海滩区，我们这里面在雪场叫做雪滩区。这是我们一会儿整个参观的一个路线。一会儿我们会一边说，大家我会。啦啦啦！